快！これは罠だ。撤退。行动，街被劫了，啊？说。
今天下午徽中饭店的会晤很可能是个圈套，你们千万不能去。走吧。あの女よ、売楽門で会ったわ。老二来了。各部門に伝えて、巡報隊が来る前に戦闘迅速に終える。反抗した者は即射殺して。はい。専門に見張りをつけ、肛門を残しておくのよ。はい。大姐，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次的机会太好了，我们一定要杀掉那个日本人和曾福明，鼓舞一下国人的抗日气势。对，跟他们拼了！走，走，走！哎，再快点！大姐，情况好像不太对呀。不好，有圈套，撤，走。
你这个睡鱼缸的习惯还没变。也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有这个习惯。坐下。林丹说看见你，我一直都不相信，直到那天我看到报纸上你的照片，我都在骗我自己，这是假的。可今天在这儿我终于看见你了，我要为死去的姐妹报仇，我要杀了你这个叛徒。叛徒，这都是让军统跟局座给逼出来的。我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我得到了什么？玩命的是我，出力的是我，可是升官发财没有我。局座身边的三根毛，哪一个有我的功劳大？可是他们个个身居要位，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是局座的同乡。这也不是你能罕见的理由。你怎么能牺牲我们那么多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我啊？钱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有一个条件，那个叫王凤的队长，你绝不能伤害他，我都叮嘱过了，你放心吧。如果我没有想过你的话，你今天还能站在我的面前吗？好久不见，你不想我吗？没关系，只要我们俩能在一起，来日方长。I got something to prove. I gotta take what I hate and finally make a move. I think of you and all the shit you don't do. Well, I'ma make hella sure that I don't become you. I have no regrets, yeah, I'll tattoo my chest. I'll never forget what it's like to be in debt. Been stabbed in the back bed, I'll show you what happens. Pass me the mic and I'll show you with action.江主任，你没事吧？滚！是是是。你是谁？为什么不杀了他？他们人多，以后有机会。你到底是谁？你究竟是什么人？中国人。妈，这会会家人真他妈不容易。行了，别抱怨。这件事办完之后，向老板申请辆车不就完了吗？嗨，
说的容易，说给几位小姐好。盛爷，多亏了宋先生，是他救了我。那前几次救我们的也是你吧？没错，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伊藤家的门外。啊啊！你是什么人？跟你一样。你不是读卖新闻的记者吗？那只是我公开的职业。那你的真实身份呢？我想你们将来都会知道的。如果我猜的没错，你应该就是雷神之锤吧？聪明。每次写好你们的报道，我就把它投到邮筒里，再申报发表。那次在百乐门也是你救的我吧？那让我亲你一下，就当作是报恩吧。我知道，亲过你的人也都活着。只是遗憾呐，那一次拒绝了千面妖狐的死亡之吻。四妹，这才是你的救命恩人呢。那天，真的是你救的我。马上回师傅吧。今天下午汇中饭店，汇中饭店的会火很可能是个圈套，你们千万不要去。那天真的是很悬，要是没有那颗烟雾弹，你我恐怕真的走不了了。那你的伤呢？啊，已经没大碍了。你也不接吧？啊不，我，但我从来没做过啥坏事。你说呢？停下！别动！开车！诸位弟兄，你们就放心吧，这里已经是皇军的地界了，你们就踏踏实实的吧，啊！别管他，快开车！那后面的车呢？别管他，快开车啊！
车，这才叫杀鬼子呢。是，这回呀，多亏宋先生帮忙，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这么顺利。哎，宋先生真好。你又犯脏了是吧？宋先生你都不放过，难道你要抢自己的人吗？说什么呢你？切，那也没准儿。我踹死你！小破孩，气性还挺大的。惠子，惠子，哎，你看看，来，人呢？人在。哎，看，看，下来，哎呦，尸体啊！不许拍照，你不许拍照。金钗，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出手，就他们两个，一个是薛钗，一个是林黛。我是从他们的手法上看出来的，一个用的是暗器，另一个是高点狙击。把你的枪给我。要枪？要枪干什么？给我。事发的时候你在哪儿？我在车里啊。你的身边连续死了四个人，可是你却一弹未发，一枪未开。哎呀，我当时那种情况下，你不用跟我解释了，留着你的理由去跟阿部长官说吧。这枪你拿不走了，大哥，什么事儿啊？该出发了。出什么发？去哪儿啊？去76号呀。76号？不去，老子他妈的不干了。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不拿老子当人看，老子干个屁！大哥，谁不把你当回事了？还能有谁呀、啊？就那个姓江的呗。他在阿部长官那儿背后说我的坏话。
他什么意思？不就是想把我挤兑走吗？行，我成全他。他告你什么呀？说我胆小怕事，不敢向那几个金钗开枪。这是真的？那几个金钗，尤其是那个狙击手，有多么厉害？只要你一探头，他就让你玩完。我躲还躲不及呢，我哪有时间开枪啊？这倒也是，可是你也不能就这么撒手不管呀。这帮兄弟可都指着您。咱们兄弟的情分就算尽了，你跟那个江主任好好的混，说不定混上个一官半职的。自打这家伙来了，兄弟们是一个都没捞着好啊。正好大哥你要是不干了，我去跟兄弟们说说，咱一块撂挑子。哎，这可不行，有你这句话，大哥我就知足了。我有办法让我们全都过去。你有办法，快说。赶紧把这几个鬼子的尸首藏起来，然后再换上他们的衣服，快！好。站住！干什么的？我们是司令部的特务小队。你要去哪里？南山教堂。那里发现抵抗我大日本帝国的中共武装分子。我怎么没有接到你们通过的命令？情况发生的突然，没有通知你们。让我们过去。贻误战机，把你送上军事。都不像那几个样子了。哎，你这小没良心的，我可都是为了你啊。为我你们就应该吵架吗？听好了，小兰一刀会客在教堂外面掩护，我跟海棠现在就进去。行动。是是。
佛祖与圣母同爱世人，愿圣母玛利亚的光辉照耀无边。玛利亚修女，
开始。小猫妈，我先冲出去掩护你们，能冲出去几个是几个，不能这么白白的送死。再说了，任务还没有完成呢。小猫妈，咱们能活着冲出去吗？那还等什么？冲吧！不能硬拼，现在不拼，等待何时？等人家绳子冲上来，我哇塞都凉了。服从命令。守正面，李铁少爷来守后面。是是是，队长，人在里面。好，谁是赵师生？我是陆队长，让你抓个活的。哦，知道了。手绑，手绑，摆绳。何事？掩护我，我要那个拿手枪的。明白。
我也留下，不行，大北敌人马上围上来了，快！李勇，你快撤！不行，掩护你们安全出境是我的任务，你快撤！我也留下，不行，大北敌人马上围上来了，快！李勇，你快撤！不行，掩护你们安全出境是我的任务，你快撤！
快去报告长官，那一男女被我们打死了。是。